行了，你看好了，行了，吃的东西都到你身上了。你 OK。我能不能给他？啊，小心点啊！那你是吗？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！我等一会儿给。哎呦，掉完了！来，你这边，你这边，你们收下来吧，走这边。你看这个，你这墙都挤了，你看你掉在地上，它就不能吃了，脏了。他不要我，他不要，他不要你的，你看到吗？他和你不是很熟。他直接这样给他吃的。要放在他的嘴巴那里吗？我来去抢镜呢。哈哈哈哈哈！了，我们走了。那个给那个窗子，说完鬼事了。